大家好，过了一个星期了，没来山上看一下这个野柿子，今天再来看一下有没有熟的。过了一个星期应该差不多都熟了吧，那现在来看一下，这个熟的话就把它吃了，还没熟的话就让它继续长。这都还没熟啊，还是硬邦邦的。大部分都还没熟。啊，这个已经软了，非常软的，这个已经熟了应该。哦，熟了，你看这个已经熟了，哇，好多水啊，下几天雨就水分就多了。嗯，这个放了糖一样的，好甜呐。这一个只有两个籽，不多，这个籽蛮大的，这还掉了两个，硬邦邦的都掉了，太干了。这个也软这里很小的两个，哦，这样被太阳啊晒黑了，晒熟了应该是。这个好甜呐、啊！刚才在一座山上都看了一下，熟的还是很少，大部分都还没熟啊，都还是硬邦邦的。估计还要过个十来天才全部熟，因为现在已经打松了吧，把这个野柿子被这个松给打死了，结果没有，那个只能是等十来天再来摘了，因为现在熟的很少。刚才摘了几个籽，还没熟的，基本上都是没熟的。现在去另外一座山上看一下，上次去的那一座山上，看一下那里有没有熟的。
现在来了另外一座山上了，看一下这里有没有啊。来的时候，上次来的时候，这几棵大树上面呢，这几棵大树上面还有还有很多，这次来了全部没有了。掉了，很多都掉了。大家好，刚才看了一下这座山庄啊，没有了，全部掉完了，只摘了一个。刚才好像还有一两个吧，没熟的，太少了，不摘了。这里以后不来了，等明年吧。上次那座山庄啊，还是有很多，不过还有很多没熟的，大概过个十来天，一个十来天左右再过来摘一下看一下。今天就这样了，好，回去了。